我们就来做一个车主直击。我看到现在你觉得有什么缺点？缺点是什么？你自己觉得？来，缺点，缺点，讲缺点。你讲一下缺点就好了。哦，讲不出来啊。今天来西湖度假村参加2024年福特的大车聚，他们的 slogan 就是大家拢来聊。今天听说来了超过600台车，应该1-2000人一定有吧？一定有，一定有。既然有这么多的车主，我们就来做一个车主直击。我来问车主几个问题，来统计下来，到底是不是买福特买得开心又修得痛快？这是最真实的，这个绝对没有跟他们蕊过，好不好？我们就 go。两个都车主吗？我车主。来这边参加福特的大车聚。你是开福特的什么车型 ？ST 四还是4.5代？四代。现在开到现在几年了？3年。跑几万公里？4万。好，来缺点就是它组装的那个。哔哔叭叭啦。小块啦。里底福特就是塑胶，不然它侪啊。对啊，塑胶它侪。对不对？还有没有？其他还好。有没有坏什么东西？没有嘞。其实 ST 很稳定哈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整体是满意的。对啊。朋友如果要买福特，你会推荐吗？推荐。下一个就是 I 七。刚性是日本车没有办法比，前一台车是 Oris 改避震器的，对的，改一改，觉得可能跟 1.5 的底盘差不多，反正你就是用下来，你觉得整体开起来你是很满意的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啊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我们要换下一个人去访问了，谢谢。我们要问缺点。还好今天早上来下雨，天公太给我面子。你看这边也是有展示车啦，这一台要拍一下。这台好特别哦，对吧？这台进口的，对啊，对啊。台湾没有吗？没有，台湾没有，那进口的。电动嘛，我们也拍过啦，啊。福特的 ST， 福特的 ST 真的好看。来来来，有人在看的，来，问一下，问一下，也是福特的车主吗？是啊，当然的，这边都福特车主啊，我问这个什么废话、啊？来，你是开什么车型？我开 NK4，开到现在开几万了？25000。哎，那你没什么在开呢？你开到现在，你觉得有什么缺点？水塞。你有碰到水塞？有，就是原厂出保固了。对，对啊，你是有飙车吗？我的没有。还有没有？原厂的烤漆不好。对。他卖你100万而已啊，还不到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合不合理？也还好啦。合理。啊，还有没有什么缺点？没有。好，那你开到现在这样满意吗？满意。大家想听的啦。外形好看啊。外形也好看。马力随传随到都有。对，你前一台车开什么车啊 ？NK3，也是福特。这真的是开完福特就会想要再开福特。你下次想换车，你还是会想要再换福特吗？对，换换福特。真的假的？我换 ST， 要上 ST 的。那未来如果你要换车没 ST 的，不就换电动嘛？有在考虑啊，有在考虑，真的有在考虑，真的真的 ST 有在考虑，你有在考虑，不是考虑电动马了。我有被鸡同鸭讲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我们今天就来做直击，下一个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这样其实还蛮不错，很真实啊，真实，没有蕊啦，这里有这里有了，来，车主，哎，又看我，让我看到了，来，完整影片，会上 YouTube 啊，可以上，可以真的，来，你开福特的什么车型 ？Wagon 是4.5代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跑几万了？8000，8000公里，来，我喜欢问缺点，你开到现在有什么缺点？太帅了。这不是缺点啊！安尼甲我们问侬，好，安尼我问一下，你上一台开什么车？9代，9代那个 Civic。对，你看我一共9代、啊，你很厉害、啊。你开玩笑？从9代换到 Focus， 有换车有进步的感觉吗？有，操控性不一样，很满意。对，当初在买的时候会不会很担心说买的开心又修得痛快？不会，完全不听信谣言啊。OK， 来换你朋友。我一样开 Wagon。他先买还是你先买？我先买。啊，你有跟他讲说福特的车不好顾吗？没有。我跑16000，你跑16000了，对，缺点是什么？你自己觉得？就顿挫感而已 啊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你们买了4.5，你有加入他们的群吗？有。你有没有听到群里面很常讲到说我的水塞怎么样，我的线传怎样？有吗？在4.5代？有。还是有碰到？有。比例高吗？你这样看下来？很低、啊。很低。所以你们在买的时候你会担心吗？那时候？也是会啊。也是会啦。那、为什么买下去？阿公哎啊。帅啊。是真的是看他帅，再来就是 CP 值很高了。两个车主都很腼腆，没错。啊，两个车主的女朋友都非常漂亮，刚好机子这样走过去，刚好看得到。然后我们跟机子说个耶，这样好不好？耶！很干了，快走了，快走了。好了 ，OK。来，今天来这边的摊位啊，听说有40摊，所以你看他摊位这样，我们也有来摆摊啊。有哎，啊，帅，是你来摆，不是我来摆。然后那个谁，小三呢？来，小三呢？他们也有来啊，大大小小的厂他们都会来啦。你看，小三在哪里？哎呦，你好，老板。哎，
张先生，张先生，我要包膜。哎，包膜。包膜哎，小张他们就是做这安全带的啦。基本上啊，全台湾啊，什么牛马蛙啦、劳斯莱斯啊、劳力士啊，劳力士啊 ，A B 哎，都是他们做。所以说真的、啊，如果说你要换什么换色安全带，我觉得真的可以找小张。可以。而且他们对于大家在意的换安全带有没有，他们都有顾及到所有乘客的安全。你看哦，他们这个安全带有没有？你看保时捷一样也都是这样的，原厂就是这样啦。原厂的啦，所以你们顾虑的、担心的说，哎，我换这个副厂的会不会有安全疑虑？不用担心，这个绳子都有受过什么拉力测试？几磅？大概是1500磅，抗拉要到3吨5以上。依我们人体肋骨，你1吨就差不多粉身碎骨了啦。这样知道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的安全带都是绝对安全的。刚刚叫他讲不讲，现在听我在那边冷笑我的时候，他要出来讲。好啦，这小丹自己好朋友。对、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在做安全带都找他。新品上市，Artisan。的橡塑胶保护剂可使用在汽机车的塑料板件上，还可以使用在隔音胶条。新车预防老化，旧车立即回春，这么实用。整个四月买一送一。都给你更多好康好用的商品，都在汤姆先虾皮商城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来来，那我们先访问一下，你是福特的车主吗？对。那你是开福特的什么车型？对 ，ST Wagon。所以你是4.5代的嘛，对不对？4.5的。跑几千公里了？16000。但是有在跑呢、嗯。你是喜欢开车？我换这一台很喜欢开。你上一台开什么？我上一台是 Focus ST Line 4代的。是第二个车主。所以你看哦，第二个车主已经上一代福特，下一代又福特，没错。整体性是满意的。这一台真的差蛮多。很满意。嗯、来，缺点讲缺点。就是四驱油耗比较重啊。合理呀、啊，因为它是 ST 呀、啊。2300cc， 对，它给你280匹，对，还有没有？内装质感比较塑胶感一点，有一点异音呐、啊，啪啪的，哎，对，啊，会不会在意说后座没出风口？其实还好嘞，没有，因为我在丈母娘，他们都说 OK， 天窗隔热只要贴深一点。好了 ，OK， 谢谢你啊 ，OK， 先喝，来来来，那要拍照了，来，好，来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很喜欢你，谢谢，好，会上镜头哦，好，没问题，你看到镜头，他已经上镜头了，啊，也是啦，哈，会上镜头。谢谢，不要每次都讲人家福特什么东西都坏，车子会坏是合理，车子不会坏，妈买 Toyota， 妈狼系掐北派就好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等一下再访问小哥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再帮你们曝光，这往这走。这些很多人就是在排队，他们有做那个卡片，来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有做游戏券呐、啊，你就是把它全部盖满，闯啊，学我们那些嘞，让大家闯关，然后去到每一个摊位，好啦，拿个小礼物都不错，没错哦。今天他们这一场办的算是别有用心的、啊，对哦 ，OK， 来，谢谢。哎，车主想入境，来，有，刚刚其实他讲的，这个，其实没关系，都一起，他们其实刚刚讲的不错，一定都是福特车主，这个我一。废话，我一猜就知道了啊！福特什么车型 ？Volkswagen， 供旅行车的旅行车啊！啊，对啦，哎呀，公家英文比较有 sense 啊！跑几万公里了？跑15000啊！你讲一下缺点就好了。哦，讲不出来啊！我做干爷啊！至少随便讲一下，没有后座出风口嘛？对啊，对啊，没有后座出风口，有点可惜啊！整体上是满意的啦。整体上是 OK 啊，100万的车有什么好挑的？你上一台开什么？酷咖2.0的，第三个了。那、啊、你开什么车型 ？Focus 旅行车。上道，你懂我在说什么？人家本来就傻。缺点，凭良心说真的。后座出风口了，然后对门板有一点小异议。哦，这些哔哔叭叭啦。可是我觉得小事情、哦、可以接受了，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。整体是满意的。满意。来，上一台开什么车？标致的206/307。哎、欸，标致的操控很好呢。真的，说实在话，你现在 Focus 是国产的，你对比你上一台是法系原装，你觉得差异性有吗？开起来不一样啊，但是都还不错，真的都不错，所以代表说你是喜欢操控的人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了哈，哎，拍来看个照，哎耶，哎，这是谁啊？我女朋友啊，你好，女朋友你好，要别看女生都这样好不好？我像看起来像吗？你刚刚那个笑脸，你又在吐槽我了。
来来来来来，这也是这个主持人，主持人，这一场的主持人，对吧？怎么称呼？我叫小 Q， 先喊 Q 的 Q。哎，真的蛮可爱的。对，你开什么车？我今天开什么车？我今天开捷运来啊。你本身有在开车吗？没有啊，我在开捷运啊。可是我有驾照，最近刚考上，只是开了三次撞三次。对。你撞什么车？我撞 Yaris。那重伤的吧？不会啊，就前面凹一块而已。Yaris 还在吗？是 Iron， 我很感谢 Iron 公司。很感谢 Iron 公司，要保险理赔。撞死啊！拜拜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来来来 Kevin 哥，哎，这我们的 Kevin 哥，其实这一场他们应该也有出了不少力量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很大的力量，很大的力量，对，裤子都破掉了。贴隔热纸干什么的？你一定要跟我说，或是找 Kevin 哥，一定要跟贤哥讲。你只要去那边报我的名字，定没打折。不管有没有打折是其次，但是服务会做得很好。没错，我这个人是比较强调服务，跟 Kevin 哥他们这样子配合下来，我觉得我的客人或是我的粉丝去他们那边装都够赞的。你们今天怎么排那么多，在送什么东西？我当座位来排队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来。这个按个赞，有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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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了就可以，是拿这个就对了。来，毛巾小哎，哦，光泽人家很用心，真的。来，这个是他们的悠悠，来，人本人在这。大家好，我们问一下悠悠开什么车？我没有车，又一个没车了。好 ，OK OK， 啊，来来来来，你看，同乡的，你哪一个乡？台中啊，台中乡。开什么车型的 ？ST9 Wagon。ST9 Wagon， 其实 Wagon 算多了哈，讲缺点就好了。讲缺点有啊，还好吧？你这么有，你右脚我有问题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踩很大力？偶尔，他平常有在做重训，所以油门踩下去都是踩到按跟 off 而已，动力上不错啦。哎，我好像有一节啊，有感吗？一开始有，后面蛮麻痹，已经麻痹掉了。因为我以前是四代嘛。我靠，第四位啊！那好，你是第四位，整体很满意的哈。还好。如果身边朋友问你说要买特，你会不会推荐？直上 ST 又来了。我靠。OK OK， 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要不要拍照？来，好，感谢你啊。不会不会。他女朋友按多张啊？起码按了十张，这怎么收钱？一个字绝。谢谢。人家让我们访问，我们让他拍照，对不对？福特的什么车型 ？Wagon。跑几万公里的？13000。你觉得未来可以再进步什么就好了？有啦，后座出风口。后座出风口。你上一台开什么车？很久了。你上的 Saviro。配的你台北较好的啦。Saviro 换到福特很有感。很有感。带涡轮的车子开起来怎么样？蛮躁动的。右脚很躁动。如果说身边的朋友在看福特的车子，你会推荐他吗？一定推荐。福特的车主信真的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，其实你会发现到没有开的人去爬文去看东西，都会担心说是不是会遇到什么问题？没有什么良率是100分的，我认为是没有的。那可能他们确实，他们之前有曾经出现过水塞、陷船。其实他们只要有改良、有进步，把良率降到一定的水准，比如说100台有5台，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可以接受。高端的豪华品牌进口车会不会发生问题？也是会。那你整体来讲，我觉得福特的车子真的是 CP 值高，不是我要替你们站台啊。我在影片当中不会是这样子，我是非常中立的。所以我觉得以卖100万的价位买福特，我觉得算是 CP 值很高了。好了，那刚刚差不多访问这样应该够了吧？差不多了、哦、其实做这个车主直击，就是也让大家知道一下啦，这个完全没有蕊的啦。没错。那当然，未来你们有什么自己的车群品牌？没错。哦，你们要做什么活动的？也可以来信我自由发挥，只要我有时间，我都尽可能去给你们同欢啦。当然，今天他们福特的车群我们也有来摆啊。哇！看到没有？啊 ，Design， 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用过不会打枪的，今天也是来送东西啊，今天也是有来赞助他们抽奖。我们起码送了100多组有没有？我们问一下我妹妹就好，妹妹，我们今天总共送了多少组出去了？100组，送100组了，有，才几点而已呢？那你们是什么其他品牌的车群？都可以来，你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来，都可以来，是都可以写信来。我们来，等等，我们上台，最后就是跟大家说声拜拜啦。最后拍一下我们的 show girl。哎，想要 IG 吗？想要、啊，打在下面。不给你。欸、没有，要给人家啦。要给人家。要给人家，要，因为他说他要冲 IG 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不好 ？OK。啊，下次见，再见。你喜欢自己洗车的，汤姆贤推荐阿迪帅这个玻璃维护剂，让你在自己清洁玻璃的时候很好使用。怎么使用呢？喷在玻璃上面，不用喷很多没关系。然后还有附这个海绵给你。用力的给它刷，可以清除你玻璃的浅层油墨以外，也可以让你的玻璃明亮。
脱水性变好，而且时效性很长。上完了以后，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请洽大拇姐下品商城。露露脸跟大家打哈哈、拍拍照以外，带东西要送大家。里面有石墨烯维护剂、跟玻璃维护剂，还有铁粉软化剂。这个你有在自己洗车，我告诉你，你用过，你绝对会爱上它。哇，非常的打扫得很开心，直接把它。好好好 ，OK OK， 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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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